第一好听的音乐歌声里面，摸到油啊胖音乐会，三月九号第一油啊园来举行。第一天色也未暗，咱就看到了侪侪游客拢小酒小菜，要来先品一下油啊会旁开。很有意义啊，很有文旦的味道，体验不一样的音乐会。随着天色变暗，灯光下油啊会加上一首搁一首的老歌，大家坐伫椅了，用轻松的心情领受油啊会的百般风情。同时，就伫这个时阵，魔道公所也来发表因今年所创作的文旦歌曲。伫气氛的感染下，连市长大清德也含着市府官员、民意代表，拢爬上台顶，大家一起来。Everybody 一起来！这条由满道区公所员工家己所创作的文旦歌舞，不只是安尼而已哦。未来因也有 MV 的发表，要让全国游客拢看到满道文旦厉害的所在。咱独爱文旦歌舞，也是阮的同事家己创作的啦吼。尤其阮的同事嘛非常用心，即摆今日的文旦园吼，拢做一个摄影机，伊啊四点钟，暗时拢无困。最主要是要拍摄到咱油啊花一开甲谢哦，这上水的哦，包括咱各位拄啊跳舞的，到时我都会请市长来做一个代言，我有一个 MV 我就发表一下啦吼。哎，我包括开花结果变油啊笨蛋，吼、哦，这拢会拍摄一系列吼、哦，一个 MV 啦吼。哦看到码头区公所这么用心，地方上也真合作。罗市长讲，伊是真欢喜、真肯定。伊讲，如果每一个区公所也拢这么拍拼，市民一定感受会到的。我想地方吼，实在拢最用心的，包括区长、包括议员、包括这个幼稚园的园主，哇，大家拢做合作的吼、哦。所以今天的员工是一个真精彩的一面，包括讲咱会当看到因特别替油啊做的歌。替油啊特别编的舞，啊、哦，另外呢，阴暗吼，佮有喷着足香的这个油啊花的香味，啊，其实吼，旧年食这个油啊的滋味，感觉还佮留喺嘴内底，甚物时间才尔见到吼，油啊花已经开啊，而且开甲才尔水，啊，才尔香，吼、哦，啊，这就是满道的特色，啊，我真欢喜讲吼，大家地方吼，安尼才尔有这个坚定的意志，吼、哦，啊，大家团结打拼。啊、我很希望全国的好朋友，大家吼找一下时间，大家捌食过满道油啊、满道文旦、满道白油，拢足好食。但是我相信，足侪人应该讲是还阁唔捌来过满道，看过足水的油啊花，品过足香的油啊花的香味。头一届来跳文旦舞，罗市长是伫现场献血献脉，刚才看罗市长台顶认真投入的表情，就知影伊是真有心的。因为我看这市民吼，区公所才用心，大家才团结，吼啊，大家才有心，才快乐哦。啊，我嘛虽然讲功夫很慢吼，嘛甲因跳一下咧。在今仔日的音乐会中，码头区公所也特别制作了300个文旦小提灯来发放给民众。朋友赖市长点灯，请点灯，来掌声鼓励，开好花，见好果。就跟着旗六，跟着贵宾，把这个灯打开，点亮我们所有灯笼，让我们的愿力，让我们透过这样的灯笼环绕世界，让我们的整个文旦能够是一个丰收的一年、哦